可是他给我听这个歌，跟你们弹的一样。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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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我想，我跟他说，哎，我的歌型，我弹的歌型不是这样子，因为我喜欢比较比较有花手，要跳给女生跳舞很舒服，对不对？哦，你们女生你们不会跳舞，对不对？放就算了。然后我们唱，跟台湾故乡一样啊。所以我跟他说，我的个性不一样，所以我必须改变，就是前面啊，后面还要跟原来的一样，有吗？这样子不需要。我看他 OK， 他们说这样子，对，你很多新年，你唱上去唱歌，我知道 OK， 再来一次。啊，什么哦？